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，今天介绍一下马犬啊，这个就属于爆红马犬啊，看，这有几个月了？两个多月。两个多月啊，昨天的。最低价，最低价。最低价是八百。最低价是800。五饼呢？现在都比较慢，散条全没有换，不破顶的。这是散条，我全部要换。平常的嘛都行，现在这是爆红马犬，双线头的。那你给我说个最少多少钱？我指定要那一条。上亿呗。对呀、啊。七百呗，七百不难。散条要换1500，这都要换。我买那个走，再看别的国家。再看一下，咱今天看一下那个根木犬啊，我抱一下。哎呦，这个木犬真大。这种就是纯系的木啊，知道吧？这是纯系的吧？对，这是啥价的？啊，啥价？啥价？2200。要价2200，有三个多月了哈，纯系的。哎，这个多少钱？最少，你上次年买过我的狗，对，最少我给你让200块钱，涨了1500，差不多，1500。我说三个多。啊。6万。这6万，你的那个中样呢？中样。你报两个中样看看行吗？报两个中样来看看。我报不了俩。我给你报一个。太难啥了。哎，这样的中样啥价？中样。差不多，价格。多少钱？2000。忒高，你看这瘦的。你别管瘦，孩子啥？咱看有点瘦着呗。家里狗多，你看我这家里还我主要养中央维德牧，家里狗还多，尾巴都没断，有喜欢断尾，有喜欢不断尾的，对吧？1500，我这拿走一个，1500，太低了，我哥哥。那你说多少钱吧？你得让点钱，你不让钱不拿。最少多少钱？1800，1600，加100，放下手里。真卖不卖不？不，俺都实在的，对吧？我跟你说的就是卖价。走。来看一下啊，这边就是枫叶红锦毛哈，这样的锦毛有大头白的，大头白像这种锦毛，品质不错，也就两个月吧。来看看它牙哈，看月份一定要看牙，前牙长出来了吧？你看这前牙没长，长出来了，看了吧？这样的就50多天，两个月，像这样的一般都是800左右哈，再孬一点的。像这种拉拉，最多300都能拿，最多400。那边是好金毛，看看那边，看镜头。那边都是双线头金毛，知道吧？像这种金毛，得1200到1800之间啊。那个是狗爸爸的那边的。行，咱来看其他狗圈啊，走。看一下这个哈，这个可是经典哈，一点泪痕没有，这个非常漂亮。这个灰头，哎呦，这是熊版的哈，咱来问一下这个价格，在你那边？我的。啥价？2000。我说个卖价。卖价都2000。你涨2000，你卖个新价？你看看涨了，你看看。我涨的再好用吗？你说最少多少钱？能拿不？要吗？不要。要让你1000块钱的。你那不要青年，一张钱一张弄。两千，1500，我不加，我给你拿。6000去吧。我六，这给你多少钱？我真要，我这给你转账，这给你转账。你干什么？这都要？1500块钱，这要了。你看，一开始给我涨的。这是哪一呢？都。再让两千，再让两千。我想到这个，没有人一下五满的，再有多少天？两天，才50多天，最多2个月，最多2个月啊！2个月，你说最少多少钱吧？找个卖家，1800块钱最多，怎么的？1600行不？1600，我现在都要，咱检测去。你看看，一看这长的，你看看正宗的熊版的，你看看，好漂亮。整个市场上都没有了。还记得一秒。不要你。你放那吧，1000把拿，不要放那吧。咱再看下一个去吧。你估计哎，1600差不多。你也行吧。不行，也行不愿意。1600。因为他来了，不行我怎么办？不行我怎么办？1600给我。
一千六就行了，你还不要，现在没单子，回来以后，回来以后，来看这边的阿拉斯加啊，咱刚才看过那一个阿拉斯加，那个也不错，来看这个都是比那个要重好多，这个就是烟圈，有的黑烟圈，看到了吧？咱问这个啥价这个？两千。你看那一个，那边的那个。你看那边那个熊蛮的，十五斤了，他那个16斤。爷们，你给我最少多少钱呢？1米多长的。那是多少钱啊？你这个1400块钱我卖了，1400。我要2000，2800。什么？2000-3000，最低价了吧？最低价。2000-3000啊，最低价。这两样不孬，1500一个，不单拿一个呢？单拿一个，也是1500。单拿一个也是1500哈。行，大爷，有要的我来找你啊。你先给我留一回。没留一回。好。哎呀，咱今天来选一条这个边牧，哪只牧的？这是牧的。这多少钱了？1200。你别两千二了，1200能拿不这个？你讲1200。1200你随便挑，公仔都挺像的。你这个也不是多少多运货呀？你自己看，买不通过通呗。三个大围脖，你自己挑产品啊，老弟。都通开了呗？都通开，我一分钱不。你染水了呗？要染的加一盆丝。我要染水的，你不染水的那我不要了。那别了，我从来不卖染水。别往走了，你不说自己的卖价行不？那是我的药。一千八都卖一遍。你这1400块钱不给你弄了，我直接拿走。不能卖，啥都不卖。我直接能拿走，现在给你钱。我乱给你看的外，我真要。这拿不了，3块钱多，1600了。1600你看养狗也不容易啊。我更不容易，你看我的衣服都烂完了。这样吧，你看我穷成这样子，盒子拿都不合适，外街都卖。你再让点钱，你说。所以也不卖，你盒子都拿不合适。你看说你给你寄一换出来，我放里边看看换出来。这换是，给我看换出不？最低都是1500的。我所以你贵价了。真的，多少钱这个？给你1500妹妹。哎呦，这眼皮有点翻眼皮哈，少一个眼，你看了吗？不能要，贵价不能要，快来个不能要哈。来，给你拿个盘子吧。组长，我过来。过来，快过来。组长不？行了，老板断了，你看我不给你钱多呗。行，最低1500了是吧？可以。那给他扫线，给我拿手机。嗯。扫线。直接检测吧，给他扫。行，那我也放那边去，我去检测，一会儿给他送去。行，检测去吧。坐，咱送昨天过去。来这一家，他看一下，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啊，把一个边牧放在这里哈、啊，三重大围脖的边牧啊，1500拿下的，这个也是那个德牧哈、啊，这个是发四川德阳，咱还有两条这个法牛，今天抓的特别合适啊，我去，这两个法牛真好，一黑一白，一个小姐姐找我要的。那这体型人家就约死了，看下体型，看这尾巴，嗯，这两条都5000多，两条是5000啊，这个贵一点，这个便宜一点，来，欢迎你啊，今天咱们就简单到这里，对，还捡了一个漏哈，这个黑拉拉哈，黑拉拉是500块钱买来的哈，黑拉拉，还有一个浙江湖州的那个小姐姐要的一个品种啊。嗯，这个韩系小比熊。对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咱接着帮那个粉丝去选狗去啊，走，关注我一下啊。